间的衣柜里，谁没几件 T 恤了，长的短的，纯色的印花的，穿着舒适大方，很好搭配。但是简单常见的 T 恤也有自己的雷区，你选对了吗？说到穿着时间最长的单品，绝对非 T 恤莫属了。从开始有点热到开始有点凉，即使是冬天做打底，仿佛没有什么不可以，不仅是穿，而且更百搭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不能搭的。搭配短裤短裙俏皮满满，搭配长裙文艺十足，可盐可甜，可休闲可文艺，谁能不爱？但是即使最常见普通的 T 恤也有雷区，想穿出最 fashion 的范，下面这些款式即使是在便宜最好也别碰。一，太幼稚的卡通图案，图案太幼稚的 T 恤穿起来像不像没毕业的小学生，一点时尚感都没有。如果你想重回少女时代，不妨大胆穿吧。图案的选择上，或者是文一点的字母，或者是超级大点的卡通，让整件衣服瞬间充满了个性。对比下，是不是感觉不在一个层次上？或夏装休闲百搭新款，宽松的短袖剪裁，随性而优雅，露出锁骨的同时，每块双腿的纤细感，前面看是很经典的纯色，背后大大的卡通造型，给人惊喜。小心机上衣，圆领的设计修饰颈部线条，突出时尚的前卫格调，五分袖长修饰手臂曲线，和字母图案的点缀，恰好迎合宽松的造型感。二，半长不短的修身款，这种带弹性的修身款式，半长不短的设计，刚好凸显出粗腰粗大腿，一个字，土。在款式的选择上，要么短的露腰露脐，要么大刀包臀，夸张肥大的韩范，最适合穿出流行的无下装袖遮洞显瘦，还突出两条美腿。这款短袖时尚百搭，提亮了整件衣服，带有少女感的俏皮味，再加上比较宽松的版型设计，高腰的设计使得刚好扎进衣摆，呆萌的图案随便怎么穿都有范儿，穿起来张扬青春又时髦有型。短款修身版型搭配露脐设计，简洁又不乏时尚感，简单的纯色印花设计，轻松展现曼妙曲线的身材，更加拥有青春感。三，整个图案遍布全身，这种设计的 T 恤看起来似乎很潮流，但是穿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尤其是花色和图案没选择好的话，这效果简直了，普通人是完全 hold 不住的。简约而充满动感的一款时尚 T 恤，后背有着一个大开叉的设计，加以镂空露肩的造型，能够中和短袖强烈的视觉冲击，贴合时尚热潮审美，宽松廓形清爽透气。中款宽松版型，圆领短袖设计，让夏季的你更带气概脸，时尚大方不挑人，方便穿脱，穿着舒适大方。再加上衣身前后的彩色印花设计，非常的别致时尚有腔调，